你干嘛呢？给无聊的驾驶增添一点乐趣。什么乐趣？你看啊，首先我这样，当车速达到20迈的时候，就有 A 的感觉；当达到40迈的时候，就有 B 的感觉；当达到60迈的时候，就有 C 的感觉。哇，这得有记得吧。